抽到的。是吗？嗯。是哦。在嘴巴哦。它沉到了哦，你看在嘴巴。耶。试试叫，试试叫。你猜怎么拍的乌鱼？鲈鱼。现在手在发抖，救命！救命！救！救命！哦，这个好大，等一下，先把它解开。对，不行。对。这个好大，好大。哦。哇，这个触感好像跟鲫鱼不太一样，它的肚子比较软，感觉比较好吃。嗯，蒸一下火就准备烤。哎呦，人家世外桃源的宝贝，要啊善待它。小心慢走。哦，完蛋了！jump， 哦，现在好累，我脸已经扭曲了。哇！不要扣紧哦，不然它会乱跳。啊！这是第几条？第三条。啊！好大好大，这有40公分，五十。好大！哦，哇！一次两条，一次两条比较快哦。对呀、啊，我要赶进度哎。真的，弄掉。那个什么？
要继续。冲哎、欸！它、啊、这边鲈鱼都好大，好大！现在是怒钓时机，不是怒钓鲈鱼。我不想，我不想。我来想想哦。第四条，还是我们把标题改成怒钓鲈鱼比较快，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嗯，不要不要吃鲈鱼，不要吃鲈鱼，不要吃鲈鱼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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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完蛋，吃鲈鱼吃鲈鱼吃鲈鱼。不是，鲈鱼吸不到怕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好感动。啊？我不用被鲈鱼欺负。几条？55。哦，快快快，马上就要60条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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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是。耶、yeah ！啊！下一条，继续。下课鱼耶、欸。结束，结束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现在全身酸痛。我回去帮我贴上，我怕死。没问题。想一下感想吧，今天。这里的土地啊很多，但是讯号也非常乱，所以你可能要去判断哪一个是真正它吃了的那个讯号。如果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，这边有很多的土地给你钓。还有很多的鲈鱼给你钓，但是因为我今天本来可以钓更好的，
但是就是因为有那些鲈鱼来捣蛋，所以害我没办法快速的突破60条。鲈鱼跟土鲫其实拉的方式也不同，就是鲈鱼会往外冲，然后鲫是往底下冲，就是一拉就知道，就很容易分辨到底是鲈鱼还是土鲫吃的。就是拉到鲈鱼的时候就是蛮有快感，就是但是拉完手会很痛，所以可能这边要贴一下，贴一下绷带什么的。嗯，然后拉龙趴丝啦，绷带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哦，好啦，这边土鲫很有力，虽然看起来就是小小只，没吃什么饭，但是可能这边面积很大吧，很每天在那边游来游去，所以他们都壮那个强健自己的体力。然后我这次有吓到，我想那么小的只为什么力气那么大？如果大家有喜欢钓鲈鱼和土鲫的话，我觉得世外桃源是一个很棒，就是可以来钓这两种鱼类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他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们来世外桃源的话，要记得把垃圾带走，然后就是维持这个环境的整洁。那个，我要回去贴上趴丝，下次见，拜拜。